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二哥，今天又回到了家里面，又干农活，在茶园，白茫茫的花土啊，家里的茶园，大家给我一个建议看啊，到评论区留言啊，你看我的茶树只开花不结果，我今年把它修了一下枝，开得白茫茫的，我今天修了一下枝，我打了一下枝，看我打的对不对啊？啊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你看我打的对不对啊？我把下面全部把它搞稀了，朗稀了一下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种茶园的啊，给我一个建议，看我这样砍的好不好？啊，是不是这样打枝啊？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！我大哥在那里割红薯条啊，我看我大哥割了多少红薯条了啊！再来啊，我大哥割了那么多红薯苗啊！大哥，你割红薯苗给谁吃啊？你吃啊？看呀！啊，给鱼吃啊、哦！鱼塘里面的鱼，等一下，那鱼塘里面的鱼要吃啊！嗨！嘿，还有啊，你看，谢谢你啊，红薯苗啊，你看，要给鱼吃啊，它这是红橘，不是野生的橘子啊，你看，结的满树都是橘子，我这个可以连皮的可以吃掉，满橘子的，小小的一个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是蜜橘，好吃啊！家人们，你们吃过没有？想去侄子的过来啊！